有点后悔了，说实话，我应该借助他的这个他的力量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吧，这小子不简单呢。完了，我带的魔抗，也行吧，反正武器大师 W 是魔法伤害，魔法伤害也有。谢谢新疆卡特古力。福星挑战完成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大家。还有四分钟开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。其实王继超就跟我以前差不多，真的就是上王者就等于喝水，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。我以前上个王者就跟喝水一样，真的就喝水一样，特别的简单，只需一个固定的套路，每一把把这个套路给它执行下去。现在这帮人都聪明了，不行了，固定的套路已经不行事了。而且英雄联盟太简单了，真的，这游戏应该就这个游戏以前挺难玩，你知道吧？以前啊，什么套路啊都得你自己来开发，现在吧没啥套路。我以前带打野的时候，我带多兰剑打野，人家都打野刀，我带多兰剑，二级直接反瞎子野。二级就往上走啊，让我收兵，让我收兵，让我收兵，这不能抓，这不能抓，让我收兵，别让他来越我就行。你小心点，闪个屁呀、啊！他都死了，嗨！那30滴血点烟还2秒钟呢，指定点死。回家了。挺好，这魔戒大师推线让他推。这个武器要是不推的话，我跟你们说，可是血亏。而且他这波把E用了，我要一直追，追他都追到死。控线，你不控轮到我了。这炮车别进塔。哎呀，这炮车卡了半天，卡走位了。还好，往前来，容易被抓啊！往前面放个眼，
来了。现在打武器就很好打了，你一旦把兵线控到这个位置，他就不得不补兵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他是近战，哎，他近战，他就只能这么补刀。我们就把这个兵放在这里，就把这些小兵放在这里，兵线就卡在这里，他必须得跟我打。而且我现在耗血我也好耗，我一耗就可以回塔，他一耗回不了塔，他只能硬跟我干啊，就在这儿待着，然后在这儿待着他跳过来就被塔砸啊，来包女了。他没有多少血，没事，你没完了是吧？就如果兵线一直在这个位置，他会特别特别难受。这个武器大师，但是你这波兵线不能让他杀了，如果你被他杀了，那就很难办了。像这种兵线就不能让他杀，杀了以后就没法玩了，因为兵线全进塔了。进塔全让小那个防御塔给吃了，他没升六，我能杀。我就想知道这包女到底还走不走了，他怎么他不走了是吧？你这是没劲了，兄弟，有点过分了。算了算了算了。真没劲，这人。来个提亚马特。还行，他还知道控线儿。我以为他不知道控线儿呢。这还好，这个兵线是我们控到这里，他其实不应该推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直接控到塔下。又来了？不是吧？这武器大师干啥呢？哎，你是感觉我是杀不了你是吧，兄弟？你是不是感觉我杀不了你？你咋那么装呢？你装什么呀？我说这装什么玩意儿？这有点过分了，这都多少趟了，这包女儿啊，包女儿就没在别的路上出现过，我发现就一直搁上路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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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回回来来回回，就一直这个样子，这包女儿她就没走过。这人我搁塔下她过来扎我两刀啊，我不搁塔下她就跑过来杀我。有点不像人了，这包女儿。哎哎，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哎呦，我太爽了！阿卡丽这波线儿，太爽了，真爽啊！哎呀，兄弟，这波线儿真多呀！
魔戒大师呢？跑去打蟹去了。不打了，你不打，一会儿我打。等个点炎吧，打这种英雄等点炎伤害能够，要是不等点炎就差一点点血，就每回都差一丝血。快推了，这波他穿了。对面的人可挺多呀！我再推，再推，再推。你们不行就撤吧，给对面了。巴德可以。我就不贪了啊，没事，死不了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我没心，他直接就勾了呀，这人啊！敲了我一下子。他这吃塔皮，我估计也吃两层。武器大师拆塔快，耶，不拆了。马上小龙，小龙，我可以来。这波线推完，我们可以去。往龙那边靠，这边武器大师上路要吃塔皮，就让他吃吧。这个龙我们要定了。帮中路推波线。Nice。太追呀、啊。过分了也是，啊！他有耀光吗？他没有耀光，好像拆的会有点慢吧。来人了，在这等着。来，我们不要太着急上，太着急上容易让他给换了，他伤害挺高。我不确定他们家包女儿或者是皎月来没来，哎，我也不太敢带了，我贪一呗，
摊一波，摊一波啊，摊一波了，连寒，摊一波不摊不摊。不行，这把不允许我出三项，这阵容不太允许我。上个线儿，哎，其实我挺想收上路线儿的，真的。Nice， 这波上路线儿没收，绝对明智的选择，干起来了。这要是收线了，我估计就炸穿了，可能有。巴德玩的确实不错，就是。正常巴德吧，正常人儿，你知道吗？就基本上玩巴德的，你都得这样啊。你玩的这英雄，你肯定得玩好。就比如说俺们玩猴，你看，就比如说这路人啊，看着，哎呀，这猴玩的不错呀，其实就是正常，很正常的这种玩法。这包女儿啊，我这真是日了你的哥呀，真是包女儿，这大包女儿。这操作确实是有点拉垮了。切切，漂亮！战争的支配者。武器怎么又跑上路带去了呢？这人一通乱带呀！我这兵回回都一身血，给我吃了。这包女儿，我估计跟这武器呀，他俩可能有一腿，真的。瞎子怎么老往空气里边踢呢？要把空气给踢没，让敌人窒息。可以啊。我马上到，兄弟们，坚持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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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皎月啊！没事啊！
我这下来也不是下来吧，我这趟来好像是有点无敌，给他们都给吓跑了。这皎月得气死，这皎月感觉就跟我似的，那回不回打人生一身血？这皎月感觉气完了，刚才的确实有点气完了哈。生气了有点。哎呦我这个晕，有点东西呀、啊。大龙拿不拿？阿香，压呀，压大龙吧，压。大龙基本上就结束了。看对面打不打？对面打，我先把这机器人杀了。为什么先杀机器人？你们都明白，因为杀完机器人，对面就没有眼儿了。其实不用过来，我杀他们家一个机器人可以。打龙，还好这龙是俺们家的，我靠！这是大龙体验卡了，这。你们打龙其实就行，不过还行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其实不亏啊，不亏，不亏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没有想到女枪的虚区居然如此之高，差407块。谁夸抓扣了？女枪夸抓扣了，这英雄没啥太大的问题。他即使夸抓扣也没啥事，因为有我呢。不过他装备挺好啊，他刚才应该是无尽配西兰岛是不是？装备真好，天哪，他装备咋这么好呢？他无尽配西兰岛，刚才打大龙那波最强势的一波被他给找到了。等我们死亡之舞啊，可以。Nice 啊，我太 Nice 了。敲不敲敲思密达，能不能拆个高地？可以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他们刚复活。谁的小龙啊？算了，这波不救了，不救了，走。哎呦，
有个巴德感觉够呛了，死定了。哎你妈了个巴子的。啊对不起对不起。哎你个小机器人儿。哈哈。哎这都给我勾了。啊亏不亏，还行吧。凑合地儿不算特别亏，可以接受。队友骂我，骂骂啥呀？我们没啥也没干呢，为啥又挨骂呀？我们刚才啥也没干，我操你把女枪杀了，怎么还我还成千古罪人了？刚才跟我没关系啊，刚才是团战没打赢。打着团战，我得奔着那女枪去了。哎，我有点后悔了。其实我不出这秒表好了，我感觉。哎，这没必要啊，这感觉呀。就死了吧，女枪伤害有点高啊，这女枪又吹波扣了，天哪，这女枪伤害是真有点高啊。等下条大龙吧兄弟们，女枪，女枪，十五级，死亡之舞。问我呢，亏不亏？跟我啥关系呀？跟俺们可没关系啊，这跟俺们其实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，这亏不亏你问我也没用啊。哎，皎月，杀女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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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我护你，跟我冲，没人上得去吗？靠了，这女枪吸血吸的是真有点多呀，杀不掉啊，美大爷。
白玉。没人不敢上啊，他们其实轮着妈跟我跟点伤害行，轮着妈可以上，刚才轮着妈不上啊，轮着妈上我直接我就可以干，我直接把这女枪给她干死，虽然我没有到，等我一波春哥也可以，其实我需要春哥，兄弟们，这个女枪不出防御装啊，哎，行啊，哎，我春哥是差七百块钱吗？差这么点钱吗？哎，春哥不是大剑加锁着甲吗？怎么能差七百呢？小心点啊！可以杀。跟不上，跟不上，跟不上，能跟不上，也能跟得上还行。哎，我们家怎么会打得这么艰难啊？无非就是一个女枪起来了，有这么难打吗？他一个女枪，他还能成多大气候呢？我就搞不懂了。这种功能 AD 又不是那种什么厄斐琉斯这之类的 EJ 了，这种处理不了的倒行。俺们家又阿卡丽又猴的，我操，能让这个女枪那么嚣张？还能让你这么嚣张？我的个妈呀，给你嚣张坏了！你瞅瞅，嚣张一波，就是一个小破女枪还要翻天，我的妈呀，给我一波！